大家中午好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讲解啊。昨天我们整个的分析啊，就说啊，因为临近了这个美联储的会议嘛，啊，可能市场的波动吧啊。当然，昨天的话，晚间的话也有这个非美的一轮拉升啊，当然也包括黄金有一些小拉升啊。那英镑的话有点啊利好的消息啊，可能啊会好一点啊，利好的消息会好一点啊，所以英镑有一波拉升啊。其实从技术形态上来，它也是有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啊。今天的话就是美国的今天晚上，或者说其实严格意义上是明天凌晨吧啊，那美联储会议啊。那美联储会议之前发生了什么啊？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话一直是要观察所谓的这个降息的一个概率啊。那之前的话降息概率啊，就是表面看的话就是比较高嘛啊，一直比较高，但是在最新的这个啊预测当中啊，这个降息的概率啊下跌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啊。当然不同的机构给出的数值啊就是不太一致啊，但是整体上来讲是有下跌的。那原因的话其实这个很简单啊，就是说之前的美联储这些官员讲话的时候，他们的口径是不一的啊，这和上一次美联储降息之前啊，大家的口径是不太一样的啊。之前的话，那次降息之前，大家发言的话，虽然有些人他是偏向于啊这个就是中性一点的，但是大部分都是给出的是啊应该降息，只不过远期的话可能啊看法不一样，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啊，绝大多数都会是支持降息的。但是在这一次啊公布这个利率决议之前的，就是上上周以及上周的这个啊一些官员的讲话，那么给出市场的一种看法其实是啊有鸽派有鹰派，有人明确表示应该降息，有人明确表示降息还应该啊快速降息，大幅度降息啊，有人但也有表示说不应该降息，应该关注。所以这一次就会出现什么，出现分歧啊。所以这个分歧的话呢，可能给到啊市场来讲就不是说这么的明确了啊。所以在公布数据之前啊，那么整个降息的概率啊大幅的下跌。那么这个是不是说今天就不降息了啊？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啊市场会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啊。真的如果不降息，我们之前讲过，那几乎出乎了市场之前的预料啊，那将引发的是一轮非常大的行情啊，是不排除就是美元一波大的非常大的上行啊，然后带动整个非美啊，然后一波大的下跌啊。那么这个的话啊，应该今天会啊有一些变化。其他因为主要是说啊这个。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当然了，因为降息以后的话还有这个鲍威尔主席的讲话啊，那这个讲话会不会啊发生变化，就是说也许降息大家认为是哦 OK 会降息，但是鲍威尔主席讲话的话到底是偏鸽派还是偏鹰派啊，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好去进行一个判断啊。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他之前的讲话内容啊没有那么偏鸽啊，或者说没有那么偏向于长期的持续性的降息，所以不排除他又发表一些啊比较鹰派一点的言论。或者什么叫鹰派呢？就是比鸽派强一点都要鹰派，甚至于中性的都算是。比如说他讲，比如说啊经过两次降息啊，可能下一次啊，美联储的行动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啊？假设啊，会加诸一些比较
强的一些条件，那这些条件如果没有达到，那可能就预示着不进行所谓的降息。那么之前公布的一些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其实都还可以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下滑，除了PCE 数据以外它没有达到 2%， 一直是上一次公布还是在 1.6%， 所以只是这个数据没有达到2%，认为通胀没有达到2%，但是整个来讲它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比较明确的吧，就是不是想象的来的这么的坏，不是想象来这么坏。好，那么其他的市场像欧元我们讲它，在我个人看来，就是说欧元的话先不看黄金，黄金的话我们昨天也说了，就可能是小拉升一些吧。那么欧元昨天是下行到了下午欧盘开始的时候有一波反弹然后到今天凌晨的时候到现在是一个比较小的一种状态比较运行很小，包括上午这说明就是市场在，我觉得是怎么讲呢，就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个如果从机构角度来，我认为他们的仓位应该多多少少已经进去可能他们已经现在不愿意去破坏这些形态以引起不必要的交易那么之前的话我也讲了，像英镑它昨天的拉升，包括之前的拉升，我说它会不断的吸引多头的一些目光我一直这么认为的因为如果你从市场运行来讲，我相信如果买入的人，更多的人会选择去买入英镑而不是买入欧元那么也就是说它等于是包括现在也没有买入的明确的买入的力量所以它运行的虽然它有幅度，但是它不是这么的快不是这么的快，所以今天可以看一下今天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说美国在晚上议息会议以及鲍威尔主席的讲话不是这么的鸽派的话，那也许我觉得美元可能还会要有一波上涨从而带动欧元的下行。那么之前说过整个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运行，那么之前的话这个高位我们把它当成是4小时所以现在的话呢我把它当成是小时级，只是说它略微的比小时级的支撑位置高一些你说高太多吧也没有压力就是大概在 1.1036 现在是 1.1065 高大概30个点左右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情况我还是保持之前的想法没有变我觉得它会慢慢的下行它这种走势的话其实是为了压缩空间，就是说它可能下方空间并不是这么大，所以它靠这种下来反弹一下再下行去压缩空间，然后到真正爆发之前的那一天它才有一个向下的爆发力那个爆发力出来的时候就是买入的时机，所以之前这几天的运行它会是这种偏向于这种慢慢的缓慢的下行过程，就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下跌反弹加速到加速那一天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进场点真正意义上进场点。这样的话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它破掉了前期的低点，那么美指也会顺势的走出一个高位那么反转的话通常都是从最高点或者最低点开始变化，那可以来这么理解之后的话可能美元会开始下行或者是欧元开始反弹可以看一下那这是关于欧元，我没有改变我的想法那么英镑的话我觉得那边反而比较成熟了，就是它整个吸引多头的目光嘛。那么包括还有出来一些利好于英国脱欧的一些事情，之后的变化就可以看了之后变化可以看。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
怎么说呢？今天的话，早上的话还有啊，就是说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持有的纽币啊，纽币的话，它昨天也是有一波小反弹啊，你说有多大吧？从19吧反弹到最高是到62啊，62左右，大概走了40个点啊。今天上午的话又跌下来，那今天上午跌下来的原因的话是，如果从技术层次来讲的话，它当然是下跌反弹下跌，这个没什么说的啊。主要是这个公布的这个澳洲新西兰的一个数据就是所谓的经常账数据经常账。那么经常账数据的话，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下滑这个数据啊。那么我们知道，一般来讲呢，像这种资源出口型的国家通常来讲它的贸易账是正向经常账是有可能会多，有可能会空但是这一次的这个二季度这个经常账它明确来讲是比前值要低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下滑非常大的下滑，那么经常账的话，如果出现下滑，如果贸易账，我们知道之前的话，新西兰的贸易账也在下滑，所以现在它的整个的经常账和贸易账都在出现了下滑。那么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说明基本面上其实是利空的嘛，所以它下跌，所以现在的点位的话，其实离昨天最低点的话，也就还差，现在来看就还差15个点。15点左右，其实说可能破也就破下去了这个我觉得也是正常的。所以现在就要看了，就看美联储的态度所以我们在讲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持有着一笔比较长期的纽币空单，我觉得还是比较主动一点的包括新西兰的话，它本身自身的基本面都不是特别好这个从数据角度来讲就能看出来这个比较明确比较明确。然后明天的话要公布它的整个的 GDP 数据，我们知道 GDP 的话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好理解吧？国民生产总值。那么像贸易账在下跌，经常账在下跌，制造业也在下滑，可以想象，我觉得 GDP 的数据不会太理想，这个应该能够，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连接吧？你看之前它的制造业指数是48.4。这一次的经常账是负的11.7，上一次的贸易账是多少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也是出现下滑，因为它的奶制品出口降低嘛，奶制品出口降低，所以说整个来讲的话，它是有下跌的，是有下跌的，那么明天的 GDP 数据大概是也是今天公布数据的同时吧，早上起来的国内时间是6:45，澳洲这边是8:45。但是会不会说不等那个数据就已经下破了？也有可能。那么一旦破掉0.6319的位置，我们知道它离前期的6267其实已经很近，因为一破它应该正常是要到63的嘛。6263的话，其实离0.6267的位置也就还差30多个点。如果力量大一点，说实话，这个要在今天就还没等美联储会议就破掉去这都有可能。因为现在的，当然，如果那个地方真的有那么大的力量的话，说它末端加速下去，现在是负的0.38，那到那个最低点的话，还有大概60个点，就是1%1%的话，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因为现在如果单纯从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上个月，我们如果按照月来算，或者按照周来算也都可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一周收盘价算最低点是0.6281如果按照周来算，这一周是反弹可以算反弹，现在是冲高回落。但是如果把这颗线吃掉，因为这颗线的话，开盘是在0.6300零点6299现在还有大概
三十几个点啊，如果吃掉它，就说明它这个地方反弹其实是有点失败了，是吧？可以这么讲啊，有点反弹失败，那它可能就会顺势再下跌一波，所以这是一个趋势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大家可以耐心再等，尤其是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纽币啊，或者说是它的位置其实已经很低了啊，说现在让大家去开仓做空纽元，我觉得是对于交易者来讲压力是蛮大的啊，对于交易者，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有资本啊，我们有将近有600点的一个持仓，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赌一把啊，赌对的话，如果破下去啊，如果包括美联储是不是会没有那么强烈的降息预期，使得美元走强啊，使得非美下行，再加上明天早上如果万一啊，因为是这样，因为二季度的 GDP 的话，它就二季度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嘛，那它之前所公布的贸易账啊、经常账，然后还有这个制造业指数，都是出现了都是负增长的一种状态啊。万一说这一次真的出现一个二季度的 GDP 啊，它出现了一个比上一次的话是 0.6 啊，如果这一次公布完以后，比如说是 0.2 0.1 啊，会不会出现负值，真的不好说。如果是真是那样的话，那个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但是我们说它是有基础的，为什么有基础？是从新西兰政府央行的那个角度，他们就已经接受了是吧，接受了经济下滑啊，所以他们要不断的释放流动性，然后呢同时控制出口啊。为什么说控制出口呢？就是他之前也出台了，就是关于奶制品的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不需要这些奶企为了增加出口，为了保护这个所谓的这个贸易的问题啊，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去卖你们的奶粉啊，或者奶制品，或者是原材料，就是奶源这些材料啊，你不需要，所以呢，所以它形成了一种状态，就是它的奶制品的出口啊大幅的下跌啊，不难理解是吧？就是奶制品出口大幅下跌，所以呢，它整体来讲，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新西兰的话，就像澳大利亚一样，澳大利亚铁矿石占到整个出口总额里的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啊。那么新西兰的话，畜牧业啊、奶制品啊，以及像羊毛啊这种，就畜牧业，就是尤其是奶制品啊，它占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啊。我们知道新西兰这么一个小国啊，它其他的产业都不发达，但是它却拥有世界上第一大奶制品生产奶制品这个公司，就是恒天然啊。恒天然集团的话，它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奶制品公司，它的主要的市场是中国啊，这个和欧美地区，它的主要产地就是新西兰啊以及澳洲，当然主要我觉得是新西兰。新西兰的话就更加的偏向于就是和所谓的这个奶制品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如果明天真的出来一个GDP 数据非常差的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并不奇怪。而且的话可能您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它这个数据啊，说对整体市场影响不大，所以它不是这么重要，但是它单一起来对于新西兰来讲它是很重要的，对吧？应该好理解啊。所以现在的话这个局面就是这样啊，那它会不会真的就加速下行，甚至于出现非常大的下滑，我觉得都是已经具备一定条件啊。从形态上啊，它之前已经有过拉回的确认，而且它始终在底部徘徊。那之前的低点啊，最近的这个低点，昨天低点是 0.6319， 之前是 0.6267， 最早的那个低点是 0.6195 啊，就是这三个低点，对吧？三个低点大概中间差2%吧，对吧？2%左右啊，如果力量大的话，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完全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持有它就好了啊，别的就不说了。好，那么其他市场啊，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比如我们看一下黄金啊，黄金的话呢，它在公布美联储
啊，数据之前啊，这两天的运行当然是偏震荡的，从小时级就能很明显看出来，小时级的话几乎是啊，除了有一些小一些波动吧，十美金左右的波动以外啊，它基本上是横向的。但是它中间运行的话，像这个波段，这个波段上行到高点的时候，这个波段的时间点刚好和欧元的上行是重合，能看到是吧？你看欧元也刚好是从昨天下午啊这个时间点上涨到晚上的一点钟啊，然后呢黄金啊也是从这个时间点啊上行到一点钟。换句话讲，就是在美联储公布数据之前的这一天，黄金和非美同步起来了啊，黄金和非美同步起来了。那这也好理解，对，说明什么？说明啊，市场可能认为啊，现在的市场里边的这个黄金的属性啊，可能又要和非美有一定的联动性啊，和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相关性。就是说，不是说之前，比如说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对黄金的上涨没有冲击啊，比如说啊，美元在降息以后有一波拉升行情啊，然后呢，但是黄金并没有出现大跌行情。那这一次的话，就是它这个时间点吧比较重合，从下午啊，从下午这个时间点，然后拉升起来到晚上，跟欧元是刚好是同步的。所以今天可能到晚上的数据公布，它可能和非美是同步的啊，和非美是同步的。所以会不会出现也出现下行？有可能啊，但是这个下跌以后的话，我觉得黄金的话可能还是要重新回到，就是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啊，它可能会重新回到和啊国际事件和国际的这种包括贸易问题，包括啊地缘政治。我们现在知道地缘政治里边最大的事情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现在刚刚发生的沙特这件事情啊。沙特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它啊已经涉及到很多方面的这个利益啊，因为我们知道沙特它是算是啊，虽然它现在从产量上其实美国已经超过它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但是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啊，它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它的油矿被炸之后啊，它整个来讲和世界的这个原油市场的关系是非常大的。那基本上从沙特这个角度来讲，这几天的话其实是在和各方沟通啊，各方沟通，包括他之前啊和特朗普有过沟通啊，包括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了一下新闻啊，这个沙特也和这个法国总统啊马克龙也沟通过。为什么和法国沟通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法国对吧，它本身是法国空客的这个就法国空客嘛对吧，所以其实全球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原油的这个涉及的利益方里边，法国也是占到很大一部分。因为法国怎么样，法国它本身作为空客的这个母国对吧，它对于原油市场也是非常敏感的因为空中客车它这个飞机对吧，每一次消耗巨大的原油，所以呢它也是有敏感的。但是呢说现在的话，就是说各方面我看了一下，就是美国把背后的这个逻辑推到了伊朗上间接又推到了中国，说是应该也不难理解，说是这个无人机啊它可能是中国制造从我们知道，从全球来讲，从目前来讲，无人机的这个水平当中美国和中国是排在最前列的那么肯定不会是美国提供的嘛，那么相对就是中国，所以他会把这个逻辑间接这么说，就是说虽然胡塞武装承认了这个所谓是他们发动的袭击，但是美国认为他们并没有能力去发动，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这个无人机。那么也就是给他们提供无人机的是谁就先说这一点这就是一种怀疑论吧，提供无人机的是谁，然后制造无人机的是谁，所以他这就成了一个逻辑线了，说是伊朗提供给他们无人机的然后呢是由中国制造的其实这个事情吧，其实
你先别说事情好与坏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实给我们中，如果真的是这样，其实中国说明中国的无人机的性能还是比较好啊，突破了它的整个的啊防线啊。但是接下来的话说，到底沙特也好，美国也好，包括欧洲也好，到底对这件事情该如何去反馈？是出兵，还是真的是去攻打？从目前来讲，美国这边的概率我觉得偏低啊，因为特朗普马上面临的是新一届的美国大选，说这个时候他去啊，这个时候他去说和伊朗开战，显然是不太现实啊，所以他只能是借助他的盟友啊，谁呢啊？我们知道这里边还不能去啊忽略一个国家啊，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啊，你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嘛，对吧？包括特朗普承认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想，因为在中东来讲，目前来讲，能制约这个所谓的这个伊朗的军事力量啊，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肯定是排在第一的。从中东这些国家来讲啊，以色列的军队的战斗力啊是被承认的啊，因为几次中东的战争啊，最后都是以以色列啊胜利告终的啊，所以他为什么和以色列啊搞关系非常的近啊，就是因为这个啊，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非常非常铁的盟友啊，从军事装备来讲就明白啊，以色列的话拥有美国最尖端的武器啊，最尖端的武器，就是说整个全球来讲，美国最顶尖的武器，以色列是可以得到的啊，以色列可以得到，包括这个 F35啊等等这些，就是最先进的战斗机啊，它都有啊。我们当时我们说过，你看那个伊朗的那些战斗机根本就拿不出手，很多还都是二战时期的飞机，那如果是这个真到空战的时候，这几乎是碾压的啊！你还没有看到对方的飞机，你的飞机就已经被击落了，对吧？谁跟你都没有所谓的近距离空战这么一说，你连追都追不上啊！所以呢，不排除啊，美国会让以色列出手啊，来去进行他的军事的目的。而且最近期的话啊，这个特朗普和以色列的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啊，他也是之间通过话啊，当然这个通话时间应该是在沙特这个原油被炸之前通话啊，具体通话内容他也没有公布，但是确实有过通话啊，所以呢，排除美国不直接进入这个所谓的打击的这个范围，他可能让以色列或者是沙特进行这种还击啊，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但是今天肯定够呛啊，我觉得这周应该也不会，所以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整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那黄金的话，你说在今天这个形态下啊，后面就慢慢走，这都很正常的。啊，那欧元对吧，就是包括整个市场来讲，所以我会讲啊，我个人的想法是，如果市场公布完消息和欧元，我希望啊，就即使是美联储公布了一些消息，我也是希望说欧元能够别有特别大的反应，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事件很大，但是反应不激烈，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当然这是一种分析，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好像市场又重新回到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啊，比较平静的状态，然后它慢慢的运行，然后慢慢的下行啊，当它爆发那一天，实际上是市场里面大部分人会认为它会下行，虽然也会上涨，有些人会上涨，但是他会把上涨当成是反弹
啊，我要的是这种概念。那么从现在在是，你看现在的话是国内时间12:30啊，离美联储公布消息还有14个小时，对吧？夜里2:30嘛，啊，所以它可以慢慢慢慢的运行。我觉得我这是最希望看到啊，最希望看到它的一个走势的运行的一个变化啊。当然，是否实际的情况和我所预想的能够一致，这个要看市场。但是如果是一致的情况下，那我的盘感就会逐渐在建立。那到我去进场的时候，我就会有信心去拿住，去持有，啊，去持有。好，这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啊，那有人说，嗯，短线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等这次会议之后了，包括像黄金啊，我也会跟大家讲，可能有些短线的一些感觉，但是我并没有太好的这种大的波动啊，就像这种波动就会相对来讲就会比较小一些啊，虽然它也从低点到高点也有100多点，但是除非是你做到了啊，你提前想好了你去做它，那你可以，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不去让大家动，就是怕大家有一些就是贪婪的心理，就是所谓贪婪心理，就是你看你走到上面去了，然后还是不是还会继续涨啊，然后它可能就不动了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面临着我是要离开还是要继续持有，它就会有一些纠结啊，有一些纠结，所以短线的话它其实是蛮纠结的嘛啊，就是几乎是比较纠结的一种状态啊，所以呢这种短线的话我是尽量不去带大家去做的。啊，我们就关注一些波段的运行。其实一旦整个市场的波动情况发生变化，没有这么小的情况，你看，包括欧元啊，包括美元对日元啊，美日的话虽然它是有啊，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直在收敛啊，很明显的一种收敛状态啊。然后呢，它也是上下徘徊啊，虽然它有一些空间，但是并没有爆发力、持续力啊，所以它是这么一个状态。当然你说今天比如说出现了消息以后每日再涨一波，我觉得正常啊，每日再涨一波我觉得正常，但是这个只能作为分析，但没有办法作为交易，因为我们并没有提前去布局它啊，我始终讲的是这一轮我是以做牛币空单就完了啊，我的目标就是如果到我的预测位置，比如到0.59到0.58，有1000点，我觉得这就是过去半年我做交易当中最大的一笔波段运行啊，这就是已经达到我的目的啊。接下来就是看欧元啊，看欧元之后看是谁啊，反正这样的话就是做出来一种平均的一种收益率吧啊，一波是一波嘛，其他的话短线的话其实主要变化太快啊，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同步进行。就是短线嘛，我进场了以后我再通知你们，等到你们看到了再能已经错过去，那可能本来我已经快离开了，然后你刚进去啊，这就容易产生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我不想这样啊，因为没有办法特别同步啊，那就先放弃。而且欧元的话我觉得已经很临近了啊，已经很临近了，看昨天这两天吧，就这两天感觉又是一次V型结构，之前啊在欧洲央行议息会议这天就是一个V型啊，然后昨天和前天啊，就是周二和周一又像是一个V型，就是你看它这一天下跌，那这一天有啊，这天最高点是在1.1109啊，就是这天没有上方这个阳线啊，就到这儿啊，然后呢这一天下跌，这一天又都收回来，你看它又连续两次啊都是这样的行情，对吧？那我觉得第三次就是下去啊，就即将到位置啊，咱们就准备进场就可以了，好吧？那关于纽币的话，我说了啊，当然你说现在能不能进，这个啊只能自己看，因为始终来讲啊，我没有去说离开它啊。当然你说你离开了，离开就离开，反正也应该不会赔钱，至少。当然如果你是说你抄底了，反正自己想清楚了吧啊，自己想清楚了，然后
包括很多的品种吧，我觉得像我们之前说过欧元对纽币啊，欧元对纽元啊，包括澳元对纽元啊，现在都处在一个已经破位或者是将要破位的状态。那么破位以后它到底是延伸性加速上涨啊，还是就立刻打回来啊？我觉得我始终认为纽币应该有末端行情了，所以它可能就延续性的上涨啊。当然有人说你看这个地方上来到现在的高点也有500点，但是这是500点的纽币啊，你要记住这是纽币。纽币的话和美元的对比是现在是 0.63， 比如说你挣一美元也就相当于不你挣一纽币其实你只挣了 0.63 的美金而已，比如说你相当于打了一个六折嘛，对吧？这个是由你如果你做到最低点啊这一点，然后到现在一共有540点打对折，其实就相当于直盘的300点，相当于就是纽币直盘的300点，因为它都被抵消掉了嘛，啊，力量被抵消掉了，包括欧元，对吧？欧元也下行，啊，然后澳币也下行，对吧？它就已经被抵消掉了，所以还是做直盘会更好一点。当然说未来的话，加上盘会不会补上去？有可能，就是将来有可能是什么？比如说纽币大跌，啊，然后呢，啊，纽币不跌了，然后呢，欧元开始又加速上涨，啊，然后呢，欧纽之间可能有一波更大的上行。但是我是把它劈开了嘛，就把它分段，就是分段成做了一个纽币空单，然后再做一笔欧元的多单啊，就是把直盘把交叉盘里的一段啊，在一段行情在直盘里面做了两段行情啊，我觉得会更大一些。好，其他方面的话咱们就我就没有太多可以说的，因为今天市场是这样的啊，大家都在等，所以你也别轻易的再去做什么，对吧？如果是没有单子的话，啊，说不赌也就不赌，啊，可以把这个目标放到，你看欧洲央行会议结束，美国美联储会议结束，你看两世界刨去中国，啊，就是两大经济体，啊，欧洲，当然明天还有日本央行的利率决议，也就是说从欧洲央行到美国到日本，就世界上三大啊，因为在七大货币对里啊，其实排在前三的嘛啊，就是美元、欧元、日元啊，这是七大货币里边啊最大的啊每天交易额成交量最大的货币。啊，其他的像加币啊、澳币啊、纽币啊，以及这个英镑啊，就相对的会小一些，啊，相对会小一些。那接下来就相当于他们都啊，马上啊，就从上周到这周，它基本上三大央行都公布了新一轮的利率决议啊。那么可以讲啊，我觉得就是在基本面上啊，就非常的成熟了。就它可能会，大家认为不是反转点的时候，它刚好啊出现了一轮反转，啊出现一轮反转，然后这边的话感觉是微型结构，但是都没冲上去，然后砸下来，啊，那原油这边的话，当然原油这边就是又反复吧，啊你看它上方是最高盘到63，然后昨天又跌下来，啊那么走回来到小时级的支撑位置上，啊这样反复，当然。有人可能也赚钱，有人可能也赔钱，这个地方就投机性比较强吧。你判断对了方向可能就赚钱，啊，判断错了可能就赔钱。嗯，我是没有太多的头绪的，啊，所以现在的话，赌原油大方向，我觉得什么可能性都有。啊，因为沙特那边减产嘛，那沙特那边减产的话要持续一段时间，啊，那这段时间怎么去过渡它？而且包括如果后期的话还有。更进一步的打击，那举个例子，比如说虽然打击了，既然胡塞武装敢打击沙特，他会不会又对其他的啊产油国动手啊，这也是有可能啊。不，现在外界已经猜测了，如果说啊沙特选择沉默的话，这次真的不去回击的话，那周边的这些产油国，你要知道我们知道这不是沙特管他一个产油国，中东地区
很多国家它都是产油的，啊，万一哪天又炸怎么办？对吧？既然它能炸一次，它就能炸两回，啊，就能炸三次，啊，因为这不好说啊，因为整个中东地区嘛，离得都很近的，既然它的这个短程的巡航导弹能够覆盖到沙特的领土，那像其他的，包括像卡塔尔，包括像这些国家产油，啊，那他们都能被覆盖，啊，那就真的不好说了啊。那所以接下来还是要看的，说万一哪天又炸了，啊，就跟上一次这个说这个，啊，说这个炸油轮一样啊，炸了一艘，又炸一艘。油轮还好一点，油轮的话，那一艘油轮所载油的那个载油量啊还是有限的，但是油田可就不一样了，油田炸了以后直接产不出来了，对吧？那就不一样，所以外界已经在说这个事情了，所以也说了为什么说，就是我看一下国际新闻评论嘛，就是也为什么说这个沙特和美国没有立刻反击，就是他们也担心，比如说反击了，对，我是炸了你了，我炸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炸了你那边只是武装，你说炸了吧，最多损失辆车，炸了或者炸这个损失点人，死点人，然后炸几辆什么军事设备，其实对市场来讲，不见得有多大的冲击，但是你炸完他，他反过来再报复你，他再炸你，这好像感觉自己更损失更大，对吧？你说你现在炸这个油田，下次再把那个炸，因为他已经，因为问题就在哪里？问题就是在军事实力上，他已经具备这个能力了。他不像，比如说我说我今天要炸你这个沙特油田，我怎么炸？我没手里没有东西，我只能做梦了，对吧？但是他的这个手里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了，对吧？那他就可以炸你一次，再炸两次，啊，所以好像有点，有一点不划算。所以这为什么现在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你说如果他们想去做这件事情反击，我相信他们当他们想去做的时候，就一定有一个很大的把握。把握什么？就是一旦出动军事力量打击你，就一定能把你的这些设备，这些所谓的这些工具啊，比如无人机啊，包括导弹，能给你摧毁，让你没有办法再去发动这种袭击，只能这样。如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没有这个办法和能力的话，他们肯定不会啊冒险去干这个事情，否则的话你这边炸了他了，转天他又过来炸你，那人家是光脚的，你是穿鞋的，人家不怕，对吧？你炸他，导弹炸在地上啊，他炸你炸在油田上，你想这个谁损失更大？所以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外媒的，就是一些评论员说的，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啊。所以他们应该是不发动则已，要发动就像打他们打这个当年打伊拉克一样啊，说打的情况下就一定要打到底了，就一定要消灭你，一定要把你整个的这个军队呀，各方面啊，一定要给你有生力量，一定要彻底消灭啊，然后他才能够什么，才能够就是停止这个战争。所以现在就这样，从这个角度来就是说啊，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一旦开战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大规模的冲突啊，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非常庞大的啊，每天啊这个沙特的这个产油对于全世界的影响非常的大啊，所以这个石油的问题啊也是很重要的。好，其他市场的话我们就不再讨论了，所以就耐心的去观察啊，欧元、纽币啊，有时候是这样啊，包括这个纽币在内啊，纽币的话其实它本身有它自己的节奏，就纽币的空单平出，我会平出的，但是并不一定是在欧元我进场之前就平掉它，我要看市场的反应，因为纽币的话呢，它有它自身的运行，还有它的基本面啊，而欧元有欧元的基本面，应该不难理解是吧？那么因为比如说，假如打个比方，比如说欧元我们进场以后，也许它不像当年的英镑那样啊，非常下来的快速，啪就上去了，它也许是下来以后上去了，然后横向，然后再回调，它可能是这样，但是它可能变成是上去以后横向。一回调的时候纽币那边是下破的，所以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也许欧元真正大涨它就跟也许会变成，就我现在我这个是没有办法确认的，就是我是没有办法做一个提前性的确认，就比如说啊这个澳币啊
比如说澳币的话，它从这个点啊，这个点开始，看到它到这个点下跌，它是大部分的空间啊，实际上是从5月4号到5月20号，它在下跌之前啊，它在下跌之前，其实它从4月12号一直到这一天4月30号，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它实际上是在做一个顶部，就是你看它，当然这个地方是最高点啊，它后面是下跌拉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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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持续2周的时间，它才开始下跌。有这在这2周的时间里面，实际上最多的时候啊，从9383到最低的时候9131，它最高点到最低点这一边有250点，能看到啊，250点。但实际上从它这个点可以算是下跌，对吧？在这个点的时候，它实际上它的250点的利润已经回到了还剩下多少点？还剩下60点，对吧？就是回撤200点。然后才下行的，因为它也可能演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在演变成这个样子的过程当中，纽币是在下行的，因为基本面就是它基本面可能，比如欧元是变成这个样子，也是有可能，当然也可能变成英镑那种，就是真的就是那一天末端，然后砰又直接拉起来，然后后面一路的上行啊，一路的上行，那我只能说是我们进场以后才能观察。看市场的反应到底是什么啊，然后才能够决定我们啊对市场的整个的理解啊。那今天的话就是纽币的话，就是基本面上已经很清晰了。我是觉得明天也许美联储会议不见得会特别带动整个的这个纽币的运行，但是新西兰自身的所谓的这个数据。就是新西兰这个所谓的这个叫 GDP 数据，以及在它公布 GDP 数据以后有一个澳洲的失业率，澳洲的失业率都可能会影响到它。像最近的话，我在澳洲这边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反正我所听到的啊，现在是裁员的声音是比较多的啊，像上个周末吧啊。当然这不是我，就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啊跟我说的是上个周末啊 ANZ 知道吧，就是澳新银行啊，他进行了一波裁员啊，那么他裁的是，我知道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合同工啊，国内我们叫合同工啊，合同工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跟你签一年合同啊，一年合同到期了你就离职了，如果不续签的话，那么我们澳洲这边叫 contract， 就也是一样吧，名字是一样的。那么裁员了一些持有 contract 合同的一些人员啊，因为他们在裁掉这些人的时候，就是到期以后不续签嘛啊，裁掉这些人的时候是没有额外的成本，因为合同到期了，也不需要付这种所谓的违约金，也不需要付这种所谓的离职的还给你一些补贴什么，就没有。就上周刚刚发生的。啊，这是我所知的，但是其他银行我没听说，这是我听到的这个信息。具体多少人我们不太清楚，但是确实有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一次公布失业率，我觉得对澳币来讲也是蛮重要的啊，因为你想象一下啊，澳洲已经连续的两次降息了，澳币连续两次降息，那么失业率来讲的话。啊，失业率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啊，如果没有办法降低的话，让你想象一下，是不是啊比较打击一些啊？那么有人说，那这一段的反弹啊，从9月3号啊到9月13号，大概有2周多的反弹时间吧啊。这个的话就是说和这个市场的话有什么相关性没有，其实是有一点相关性的啊，就是说为什么有一点相关性呢，因为实际上我给你们可以看一个图啊，看一个图你就能够看到啊。
因为之前的话有人说啊，光讲没给你们看啊，今天可以给你们看一下啊，给你看一下。那这个是铁矿石的价格啊，铁矿石价格。好了，这是一个日线图啊，我们对比一下欧元啊，欧元的对比一下澳币，澳币这轮下跌是从7月18号下跌啊，到9月2号结束，从9月2号到现在是反弹，你们看到啊，对吧？没错吧？7月18号到8月7号到9月3号啊，就记住这个时间点吧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是铁矿石价格啊，铁矿石价格的话，这一天看到啊，这是7月份。啊，这7月份最高点的时候啊，能看到啊，7月份最高点，你看它的这个高点，你看就和澳币的高点啊，也是7月份对吧？重合吗？重合对吧？啊，然后从7月份铁矿石价格大跌开始，铁矿石从这一天啊下跌，或者从这边也可以啊，你看它下跌的时候是到8月的。中下旬，8月中下旬，看到吗？到这一点啊，571的时候，如果这一天的话，应该是大概在8月底吧，8月底。所以你看，澳币的低点啊，就是在8月份，在这边有个低点，哎，能看到是吧？能看到。那么从它是从9月3号这边反弹的，啊，9月3号这边反弹的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9月3号这边反弹的。好了，那么铁矿石价格啊，9月初，嗯，这是9月初吧？这不9月5号吗？9月5号、9月4号、9月3号、9月2号、9月1号啊，因为刚好9月3、9月2号啊，9月2号这一天啊开始，所以它这个反弹啊，和铁矿石价格这个反弹啊，也是几乎是同步的。啊，没错吧，没错吧。所以为什么我说啊，如果观察澳币的话，你要去看铁矿石价格，它是有同步性的。这个从近期来讲就很明显，对吧？所以那么我们看一下铁矿石的价格走势啊，那么可以看一下它的月线图。嗯，没点上的。稍等啊，看一下。稍等啊，换一个吧。其实你们就搜一下这个就行，就出来了。随便搜一个看看，不要点开。那这个其实也不难看啊，就是说在从7月份开始它是下跌的啊，就这个其实就你就看这个月这个月啊以及这个月啊，其实和铁矿石价格那个走势啊是很相似的啊，很相似的。不知道为什么它换不过来了，应该是可以的，那你就看一下吧啊，没关系就看一下吧。这是7月1号啊，看到7月1号到7月1号开始啊，这不7月1号吗？这是七月中间的这个高点吧，你说这7月最高点对吧？7月份到9月啊，到9月份它上是2个月大跌啊，然后这个月呢到目前为止是反弹啊，到目前为止是反弹。那么可以想象一下，就这个反弹它到底是要涨上去还是要跌下去啊，就是你就明白了，如果它是下跌反弹再下行
我觉得也正常吧，因为这么大的下行了，这么大的下跌了，如果反弹起来，对吧？再下破，正常吧，我觉得是正常的。所以呢，澳币现在来讲，刚好是一个日级的压力位置，在这个地方，好理解吧？所以它实际上是和铁矿石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之前确实，之前有一波铁矿石大涨，铁矿石之前是大涨的就是从这个七月份之前四五六七这四个月是大涨，但是澳币没有大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说澳币可能会有一波上涨，然后再下跌，但是呢，铁矿石是涨，但是澳币没跟。但是在近期的话，铁矿石价格下跌了，反而澳币跟了。当然有人说这可能这是那个降息引起的，但是我给你们看了这个图形以后，你会发现它实际上和铁矿石价格最近的走势是很像的所以它有一定的联动性。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澳洲现在澳币的话和贸易的相关性非常强，和贸易相关性非常强。如果铁矿石价格继续下行，那么很有可能是吧，澳币会再下跌一波。但是这个就是铁矿石价格这个走势吧，它毕竟来讲不能完全传导到汇率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真的就跌到前期的平台400多。但如果跌到前期平台400多的话，如果汇率也跟的话呢，那澳币可能直接就会跌到 0.6 以下去了。甚至于更低，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暂时不会，但是它可能有一个联动性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铁矿石价格大跌以后的话，它的贸易数据就会下滑。那之前呢，澳洲的贸易账很好连续几个月很好，是跟铁矿石价格在过去几个月的上涨是有关系的上涨价格上涨，然后出口量也增加，所以它贸易账很好。但是铁矿石价格大跌以后，它的贸易账肯定要萎缩的一旦下滑它也会下跌。所以如果铁矿石价格下跌所带动的可能也是澳币的下行，因为这有相关性的这有相关性的所以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就跟纽币一样，纽币的下行和奶制品有相关性，奶制品下滑它的贸易账走弱工业产出制造业产出也下跌，然后等等等等一系列都在下跌，对吧？那么铁矿石价格的下跌也是有影响的。你看它毕竟现在的纽币的这个现在的汇率，它已经还是要比第二次降息的时候的最低点要低第二次降息的最低点是 0.6377 还是要低的。所以这里边都有值得去进行一个分析的地方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晚上吧看一下整个的变化那市场的话现在没法去给大家任何的建议。昨天的话我会说一下，因为黄金可能有一个小拉升黄金有波小拉升，只是这是一个短线其他的就没什么，今天可能就要耐心等。OK 那么今天的解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那我们明天见